喂喂喂，那一只会大声一点，帅哥，那一只会大声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各位长官，谢谢哈。今天就让我做一下。为什么刚刚大家一直在讲公园？保留那个督察局长一直在讲公园哈。各位，让我有点时间讲一下。因为督察局已经把郝龙斌时代的四一三公园已经把它废掉，变成特定专用区。哦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督察局长会说100% 的公园？本来第一路如果是公园，干嘛他一直要强调100%？就是因为柯P是废掉公园的这个市长。哦，我们当初跟他抗争，就是说他是废公园盖公宅。那因为您斗不了官嘛，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，因为特定专用区就是包山包海，他把公园的容积率通通没有了，所以才可以盖8栋的建筑物。哦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为什么刚才叶女士一直在强调，一个局长干嘛一直在强调说100% 的公园？那你干脆第一幕给他弄成公园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可能。我们跟各位讲一下，抱歉，我不是针对你的。我们现在讲的意思是说，世界各先进国家都一直在用那个公园，不管是纽约、英国都有公园。我们柯P是很天才的，他是废公园的。所以我那时候105年8月跟他抗争，就是要他就是废掉公园的这个市长。那既然已经废掉了，就好像台湾跟美国断交嘛，那就弄一个台湾关系法，退而求其次。退而求其次的时候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拜托议员，来讲，有这个11月22号在陈立威议员说他的协调的结论。说我们有北侧南侧加起来有3.4公顷的法定公共开放空间的这个公园，那因为他的结论就是说，以后你用公园的话，督察局有他的拦阻，那用公园的话是不是公园处要管？他说，那我们就保持这个广池的名称的意向，哦，跟各位报告，我们一直在争取为福德地区。为大人里争取，就是在争取这个公园公共空间，绝对没有个人的一种色彩，这是一个。所以四一三公园不见了，就是柯P把它废掉了。那督察局长，督察局就是在帮助柯P在做这件事情，他们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在做这一件事情。另外一个，刚才讲的顶盖式的通廊，因为。在台面上的回答说，容积率下降了，所以这个顶盖式的通廊，虽然督察局自己的承诺，在都市设计准则，什么叫通廊呢？就像中正纪念堂有没有？中正纪念堂有四周围的通廊，而下雨天就不用。那督察局既然有这个美意啊，要设计这个顶盖式的通廊，啊，因为。坐在上面上的实际上不是督察局的，是世纪的人还是什么人我不知道，所以下面就有一个大道理说喊骗子骗子，那因为这样我们不是要去抗争的，所以又拜托议员来协调，哦，我们协调是在1月10号柯市长要来做一个动土开工典礼，他要来办个动土开工典礼，所以我们拜托议员说，我们目的不在抗争，目的不在抗争。哦，对，我喝你水。我们透过协调，我们把市政府要来建设这边8栋的，也可以带动这个的福德地区的这个带动这个建设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1月9号有协调，所以。他的结论就是说，那个督察局长有签字哦，
请都发局办理上述通廊设计时，不论是至于未来的标案工程契约，或于既有的工程变更设计，都应该在这个园区景观工程做完整的规划，绝不可是建物附外挂外挂着附属的设施。什么叫做外挂呢？就是这个建筑盖好了，外面用皮沙系附加的。所以我们是希望它一个整体的规划。我们这样的协调也是来帮助都发局，因为都发局局长在1月10号在那个动土开工典礼上面局说，我们这个公宅是亚洲第一名的，我们也相信都发局长讲的话，所以希望他是做的完整的规划。以上这两点就是跟大家补充报告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会上没办法做完的事情，我们透过陈立威议员在这边协调，都发局长也落款签字了。那个我们也肯定，因为已经招标了嘛，我们也招标了，那我们里办公处就抱着公开透明的，所以在这个会议上，那个叶老师有收到会议记录了，这两天接到的。那另外我们还是谢谢那个都发局有这个善意的回应，就针对你们施工对我们生活影响，他的意思这个施工监测的告示牌应有超标警示功能，都发局的也会议决定也这样做了，也答应了，希望他能够赶快付出实现。还有你们的承诺的部分，你们就要负责做到，希望既然是亚洲第一，承诺就要去做到，否则就不是亚洲第一。另外我们希望还是再讲一下，这个都发局长更加都发局更加定合约，连礼拍天都把它算进去了。所以他根本就是在为他把礼拜天的工期也把它算进去了。我们现在跟他在一直大声疾呼，实在是很难，拜托你们后面有 ABC 标，不要再把礼拜天划进去好不好？不然你就请你都发局长柯市长来住这边，对不对？一般假日都要让人家休息嘛。我也请这个主席啊正视这个问题，你们要切实来，不是说有四溪有黄昌有大陆你们就没有来监测，我拜托你们这样子，老百姓才会觉得都发局真的在做一个公宅的示范，也希望这样子带动我们这边的进步跟繁荣。另外有承诺的部分要做，还有你施工的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，希望有一个联络的窗口。以上是这样子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大家这样听我在讲话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登记第4位的钟行宇江女士。